哇！亏呀，亏呀，亏呀，亏亏呀，亏，亏呀，亏呀，亏，亏，亏亏亏缸，亏亏缸的亏。安安，新的一季是的，新的一季。有，这歌开的很好哎、欸。有，你的脸怎么了，杰克？有，你要去叫两个小时吗？他被感染了，他被感染了，完了。啊！要我死掉了！出事了，知道出事了。你有狂犬病哦！掉了，好可怕了，好恐怖哦！你们好可怕哦！好、啦，不是我们了。是回家没洗手。回家？我们还没回家啊！我们突然就被传送到这里了。对啊，不知道是怎样。对啊，你们怎么会有头绪呢？上次被炸烂了，在最后一刻被发发女神带走了。对，发发女神，还还跟我说 nice， 跟我说 nice， nice， 可是我们发发女神已经变成反人，她被揍歪了。他点传送过来，我们他的法力用光了。哦，请问这里是哪里啊？都开直播了吗？开了，开了。告诉你，七哦，你又被盗了。又被盗了！又被盗了！又被盗了！又来了！又来了！好，黑科技哦！资料是外泄啊！啊！又改了！啊！地图挡出了啊！啊！哦！我们是不是被踢出去了？被被！哎！哎呦！哎！那我远离会怎样？我要远离。快快快！有人被感染的不过来了，有人被感染的。快进来，快进来！我反骨，你反骨。哈哈哈哈哈！被拆了，快死掉了！病毒扩散了！哦哦哦！到底要去哪里？我们靠这边不太好，你们换个地方吧。这我们靠这边是不太对。我们的病毒中心呢？很危险呢、欸，病毒中心。哦，这里这是病毒啊、哦！哎呦喂！传送！他走了吗？哎，哇！这是哪里哦？哎呦！不然我们要怎么出去？这不是你弄的吗？等一下！这里应该安全的。女神，你怎么会知道安全？打开你的女神手册啊！没有带，没带。哦不，哦不，无带无带。暂时不受病毒威胁。OK OK。发发是不是要照照片吧？发发，请大家想办法解救这个世界吧！哇哇哇！念完了，出去了，出去了，他打到人了。那是念最后一句，真的可以出去了。可以吧？以下略，我总觉得这个箭头很像火箭啊，还蛮像的。对，那个太空梭了，太空梭了下来的了。只是上面是冰川，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我们就不知道。这边好悬的呀！我好高哦！我们马上就死去了。我们第一位牺牲者出现了，好危险哦！这地形选得很好哎、欸，旁边就丛林哎、欸，旁边这个地形真棒哎、欸，是不是跟着太很远？跟着太空梭有关的不对？哈哈哈哈哈！第二个牺牲者，
第二个牺牲者。我刚想说怎么小雨那边在发光哦，死了。不是啊，重点是我被炸，我是一滴，然后那个枯工捡尾刀，哎、欸，是尾刀枯工啊，尾刀枯工、欸，哎，请问我要怎么？啊、你我要使用魔法自己去，是不是？哦哈，魔力魔力魔力魔魔魔力，他刚刚不是叫什么什么 ？Oh na ni be me ho， 哈哈哈哈哈 ，Oh na ni be me ho， 哈哈哈哈哈 ，Be be ho， 对 ，Oh na ni be be ho， 哈哈哈哈哈，哎，哦，哎呦，厉害的丛林木材，有人要吗？很厉害哦，非常、啊、有实力哦，所以可以问我们发发 baby 到底这里是哪里、啊？等一下，好痛啊！为什么哭光？我不知道哎、欸。救命救命啊！你不我不晓得，反正觉得这里很安全，有没有？看起来蛮安全的、啊。哭光要杀人了！哭光要杀人了！然后我做一把木剑。好，怎么要做木剑？做实践，做实践。挖石头，挖石头。挖挖、哦！快快快快！我可以，我有思考了，我有思考了。哎呦，思考很快。哎呦喂啊！哎，不是他很痛哎、欸。吼、哦、哟！我看到鱼月的名字了。我要下去。哦，我们黑科技这边上面有写说他被感染了，要打败中介龙修复系统。哦。是这个病毒是中介龙搞的鬼吗？中介龙、哦，中介龙，中介龙搞不好有一些线索吧也？也是啦，因为你看以前到现在去打他，他都打一大堆紫紫的喷嚏，好恶心。对、啊，好像很像。他拿来喝，病毒气息。会，我还帮你们杀僵尸。这个都没有头绪、欸。你怎么可以把他推向我？而且他还会自流，哦，真的很夸张。对啊，很臭啊，臭死。我先下去找铁矿了，想要多挖一点啊！欸、这边有个大洞穴呢。你说是不是摔下去的地方？你说峡谷吧？上面应该下面有峡谷，有些香香的东西哦。啊，哎呦，香香的东西。有，我听到有人有下去了。就是我。是我。我的挖矿等级两等了。哇，怎么有挖矿等级、哦？好像跟之前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们学到的知识。是啊，我们还是基本上是同一个世界嘛。对啊，对。只是永昼了，只是有些东西。永夜啦。被感染了。永夜，永夜。哎，永昼是白天。女神提示我们永夜，好棒、啊哎。女神怎么知道是永夜嘞？永夜，因为她是女神。你怎么可以质疑女神？你不可以质疑我们的轻松乐透神。轻松乐透神，可以质疑我们的。那这个时候杰克是不是可以质疑他了？对，杰克可以质疑一下了。那为什么之前接近一百次的抽奖都没有抽中我？我想一下，你信仰不够，你信仰不够，你信仰不够，信仰不够、啊。你看你。那我要变僵尸给他看，我要变僵尸给他看。不行啦，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不想活了。哎呦，哎、欸，绕回来了。哎呦，没事，我安全。好，我跟大家报平安一下。好的。好有要求。一定是乐捐香款不够。没信仰，没办法。哇，我每个礼拜定时放30钻石进去、欸，哎、啊，真是信仰不够了。那我跟你讲，你一定被别人圈到。团救我！别人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啊、多放了60颗进去。啊！哎呦，他就会卷你，你看他们心机比较重，没错。啊，抖太少，抖太少。嗯。那抖多少才够啊？这个啊，心意最重要。心意最重要。哇塞！你看现在又这样讲，我天哪！我觉得你心意最重要啊，但是多少哈？嗯，看你的心意，看你的心意，看你的诚意咯。对啊，看你的诚意咯。哦，也是合理的啊。那我们来盖一座庙好了。直接转移话题，这刚好够放上去吗？我靠，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当我没讲。哦哟，哦哟，邪剑。发女神实体化之后，后面就没有乐透了。
对，哇，是不是打他就有机会喷钻石出来啊？你在哪里啊？哎，我也是，完了，你是一个有力队友。再想一下，再想一下。没错，要失去一个有力队友，献祭啊！很棒，你会失去一个很棒的友谊。哦，你是说友谊吗？友谊的小传说。安心，哎，后面，哦 ，Love you。哎，这样我们其实盖洞穴在里面就好了，我们去外面盖房子干嘛？穴居吗？大家一起住地洞啊，很不错，也可以的，只是这样可能没什么画面就是了啦，这样在地洞里面，那还是比较好的。没有没有压力，没有限制的啊。不过大家可能会没画面啦，对啦。那个就看你黑黑的，这看你怎么想，没关系啊，你 OK 啦，没事。看你的心意啦。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那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你觉得呢？没有压力啦，那个其实也还好，就盖一座神庙而已，应该不多吧。那个嘛，500×500嘛，对不对？然后高一百，对不对？这个是要简单啊，有点凶哎，手指挥挥就有了嘛，对不对？哎，我有鬼，有内鬼的，有内鬼，有内鬼，挥指挥一下子，对啊，挥一个离别礼物，要死要死要活的。有力的队友，你怎么了？有点像半颗血，那怎么办？你要不要重来？反正你是女神，不用怕。对啊，等一下，只是把智商摔掉而已。啊，不好吧？我身上也蛮多铁的，我先智商摔掉。不会喷啊，不会喷，不会喷，没事没事，不会喷掉。喷掉，喷掉。不是有死亡惩罚吗？那是什么东西？应该没，没有吧？你看他死得很开心哎。说惩罚啦，好的，通灵一下，你通灵一下。请问有惩罚吗？看他是没有。什么什么惩罚？我不知道，你是女神，你就知道一切才对啊。你去死一次就知道了。没问题，我帮你测试一下。好狠哦！哇哇，好像哇！闭嘴，僵尸。僵尸拿刀啊！是团团会被僵尸连带被杀。那我，你可以多叫几次，看下一个是谁吗？我是想，如果发发女神死掉，我们现在会一起死。是连带吗？啊！身上是我们其他人守护女神的，是不是？完了！危险呢，危险呢！这个真的变成守护女神了。发发他一不开心去自杀，我们全部就要死一遍呢。好严重啊！你们要不要盾牌啊？我有了。你不能这样伤害他。哦，我没有，但是你可以不用把它做成盾牌的形状，你可以拿原料给我，可以自己做别的。那就是你不要。可是我们不能伤害他嘛，对不对？现在讲话这么委婉，是不是？好的，我懂了。就是说话的意思。不用给我这个，不过我可以需要别的。我需要它的原料，但是你不用帮我做成别的。来，我做了一个双人床，有人想躺吗？双人床。对呀、啊。来呀、啊！哇，太多蜘蛛了！来呀、啊！好猛哦！来呀、啊！哇，这么快是女神？这不愧是女神哎、欸，太猛了！哇，一次打四只蜘蛛！哇哦！哇，这只酷贡也很勇。他们在内斗，内斗。哎、欸，石头！哎、欸。有金块，我看到石头了，这里地板，哦，是真能死哎、欸，哎呦，哦、哎，怎么被射到头了，好痛，好，我打到未鉴定的皮革帽帽，哇、啊，好金帽帽。后面有拿附魔弓的追过来，对，他附魔，花花，爸爸砍他，干死他，爸爸干他。小僵尸，爸爸！哇哦，不太妙！哎，对对，打他！哇哦哇哦，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我现在是拍摄者，哎，拍摄者不救！拍摄者不救！哎呦！哎呦！什么？哦，又一个，又一只！靠赏！哎呦，又少一只！靠赏一只啊！靠赏一只啊！靠赏！
哎呀，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食物，我们只能吃这个。啊，为什么后面有个人一直在追我啊？有一个戴金帽子的，好危险的。我觉得好危险哦！金钟怪人要出来了。对啊，金钟怪人。哎，前那我穿金钟，你都是忘记了。哎哎哎，我怎么摔倒了？为什么啊？因为你像个金。我在拔的啦。什么金？我刚刚听到什么？啊？恐金也是怎样？什么？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你想吃东西？我不敢，我不敢。想清楚哦，想清楚。想清楚。好，没有啦，就是你知道金光相向很棒这样。哦。对吧？你在干嘛？我下来。哦。所以我刚刚挥下去，你会大叫吗？啊！我大叫就要跳下来。完了，我觉得我快抵御不了了。哎呀。哦、我输了哦，打到输了，哦，有种不要跑，哎呀，完了，我要怎么回到地表上啊？我有30%的生命卷轴，哎呀，你可以弄自己吗？弄自己，弄自己，可是我现在也没有装备，马鞍能做吗？哎呦，不行，哎，不行，鞍吗？哦。安扛可以吧？可以吗？马凯才不行吧？马凯可以，安不行。是马凯可以哦，安不行。马凯可以做皮的，对哦。虽然从来没做过。度成，我好像回到地表找食物了。我怎么世界末日？这边其实蛮多东西的。我要去喂鸡。东西蛮多的，它应该还很饱哦。那个喂它们吃。对，剪羊毛好像也没有用哦，反正是有臭。有叶，有叶。可是你可以躺着，不要。你可以盖雕像啊。对啊。你可以把我们以前的家盖的一模模一样样出来啊。哇，好难哦。很强哎。我想回去学校生活。对啊。你看，出社会后。我想回去啊！但出社会这么辛苦，哎呦，要珍惜现在啊！我觉得回去当学生才辛苦哎、欸。啊，主要很早起，我也不想回去。你可以回去，我也不想回去，可以回去幼稚园。哎呦，经验哦，走了，打他了！下叠石，现在有办法 rush 吗？还要叠石，危险呢！我们已经不是末日前的我们了呢。你已经不是当时的你了呢。我一定可以的。你想要把你抓起来打？你想当年多勇？我当年超勇。想当年，我真是可以想当年了。哇，你可以有想当年的，想当当。嗯，你看打赢他就有一把钻石剑，你打赢了，你加油，那你加油，那你打赢了再说。我需要有人陪我。你的那个，你带着你的床过去啊，你反正你就是死掉，就一直死在那边。哎，好聪明，是，左右手在那边，死在那里的感觉。你就在那边死好了，你就在那边死好了，没关系啊。Oh no。哦，真不愧是末日，大家就是三句不离死的，全末日了吗？哎，我在路上就已经被遣返了。有人在讲，劝退，劝退。怎么坐标换了？怎么坐标换了？不对，他走了，他走了。189，不在我这边。干嘛？在你那边是不是？在我这里，在那里。哎，赶快破坏地形啊！啊啊！哦，对啊，没事啦，没事啦，火箭旁边而已。出事啦，在整地耶！哎呦，整到你了是不是？不是，整到死了。你是什么 prank？ 然后突然间整到你咯，这样。You got bamboozled. You got bamboozled. Bamboozled. 哎，没错，就是你。是你呀！哇，挖矿等的。我要带幸运呱呱。嗯哼哼，嗯，对啊，你觉得会幸运吗？会啦，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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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那为什么？可能会有毒，我觉得。啊，会啊，哎，不对哦，不对哦。我觉得你身边出现金王的几率提高了。啊！我看来我这一次我要遣返了，哇，完蛋了！你要被遣返了，你要被遣返了。
拜拜。是很幸运，我觉得超幸运的啦，真的。他是带着就会，是不是？没关系，半颗星好不好？半颗星，带着就会。带着，哇，怎么了吗？哎、有逆时了，女神有逆时。他是不是？看来不是随时性的哦。我谁身谁身上有带那个东西啊？没有，那个小雨，小雨是不是？我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有一个人拿着一片那个奇怪的东西走过来，他好像有两个黑色的耳朵，身上白白的，还有一个尾巴。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拿了他的这个东西，我真的很害怕。请问你在忏悔吗？你在忏悔吗？我真的不是自愿的，可是不要害我，当时害怕极了。是我好像还听到当时你拿到那个，听起来好像很开心啊，哈哈哈哈这样子。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做的决定。希望你没有带坏我的。不行，我觉得刚刚小雨被讲出来的那个反应，连串反应太好笑了。莫名其妙被抖。我不是为了。不是欸，小魔突然说没有啦，是小雨。小雨啊，怎么了？不是我啊。没有啦，你知道我们的发法也有吗？他身上有。我有吗？可是女神有抗体啊。哦，还有抗体。可是女神呢？她是女神。对啊，什么病毒都无法入侵欸。白毒。可是我没有呢。啊？有，你栽赃。我记得我有丢给你耶。请问有法院吗？我可以自己带。没有，没有。哎，我不是应该更团结吗？你怎么在我们一直内讧？你好扯哦。没有，不是我。哦。内讧精怪。被套，被套，短暂的吗？喂，白色者不救。不是，我打他完全没用。有啊，你有扣一点点血啊，有扣一点点血。有啊，有啊，有点点，有他回了，他回了，他回了，回满了，回满了。告别他是女巫啊！危险呐！贝套可以啦，贝套，你一直打他，那他一直嗑治疗药水就没事了吗？是嗑是嗑。好，回去加油！你今天这两小时把这只女巫打死，我多送你一个钻石。没问题，没问题。一颗吗？对，一颗。一颗。你加油，加油，没问题啊，加油。加油！我要成为最勇的哈！好，你超勇的啦！好可爱哦，这个安德手上拿着一朵雏菊，真的哎！他给你花，不要菊花，菊花，哎，雏菊花，雏菊花，啊，雏菊花，雏菊花，他血真的有在动吗？有啦有啦，你相信我应该有吧，应该有啦。你看仔细看一下，他有动那个一个像素点啦、啊、对，但是他要回去了。你刷这个，你刷这个，你刷这个。那你仔细观察一下，你前哎，我有了，哎，想不到吧，你投的。嗯，你看一下啦，他的品质太低了，东西现在80%。打不动。他有抗性。你小一刚开始就有。钻石吗？嗯，讲啊！你太贪心了。你这样一斧一斧劈我大概劈了快20斧，然后他血不会动。我说你还是做梦吧，你还是洗洗睡吧。梦里什么都有，梦里什么都有，梦里什么有，真的是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哎、欸！棒！棒！棒就被劈死了。棒！他一直劈我啊，好无情哦！他是无情的女巫，被手撕了嘛？我把他关起来了。你把他关起来了？我回来了。哎，我回到屏障上了。哎，你怎么？我刚把床打掉，都打不过。好，遗失位置。我们现在有回血手段吗？没有吧？没有啊，你就下下棋啊。你做金果啊？哦。
我做金苹果，我好生死了。哇，吓死我！还是去死死好了。对啊，死死比较快吧。阿旺加，阿旺迪加，阿旺迪加。二二，加了一个。晚上是会涨吗？好像不知道会不会。旁边要光源，你要插火把才可以吧？要有光源吗？你没光源就涨不起来。好的、太远了，好东西。没有嘛，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哎、欸，哦，干嘛？好东西，好东西。哎，看到了，看到了。还有钻石啊，是另外一个好东西。哦、阿旺，你不要动。阿旺的神怪圈呐、啊。阿旺，你不要动。哦，为什么冲卷会拿到东西？等一下你们。等下有，小雨刚刚冲卷嘛？嗯。你有拿到什么东西吗？没有。怎么了？没有，我觉得应该是 bug。他从攻击卷拿到一个箱子，好、嗯，这个箱子很香，帮我处理掉，处理掉就好。哦，哦，哎，你们如果有想要做神怪塔的，这边有了，呵呵。我觉得可以先我过去好了啊，整走过去我还是一样可以 TP。这个要问我们的大神，另外一位神。对呀、啊，你说坐标吗？坐标不要，可以 TP 人，但不能 TP 人 ，TP 人可以啊，可以啊。哎，我们的传送魔法还是存在的。那你要喊啊！不是我们换了。Oh my god！ 贝贝哄，爸爸哄，哦，爸爸哄，爸爸哄是这个啊，这个啊。Oh 爸爸 baby 哄 ，Oh my Oh my 爸爸 baby 哄。那我们喊，喊一次你可以，喊一次你会给我们钱吗 ？Money。Money money。哇，这样需要水桶。乐捐。我们帮你宣广教义耶，再给你，再给你。哎呦，搞追烫！我给你那个桶啊，给你那个桶。箱子里好了。对呀、啊，那我要 Oh my 发发 baby home。箱子吓到了，这样没啥东西呢。天气吃这个，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啊？我说肉，你肉肉肉肉，被咬了，你被咬了。对啊，啊，那个肉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肉不是红色的吗？红色的。哦，生啊，生肉啊，生肉。没有籽啊？对啊，没有没有籽啊，没有籽。哦，没籽哦，无没籽，无籽的，是不是无籽？没籽，那有可能是黄色的。哦，对耶，哦，黄色，黄色什么意思啊？对啊，黄色是什么？黄色听起来会发霉，坏掉了。没有啊，没有啊，坏掉是坏掉是绿色吧？哦，绿色是吗？绿色没有吧？腐肉是腐肉是橘的，橘的啊，黄色哦，可能啃金吧，黄金，啃黄金，黄金的肉是？对啊，对啊，黄金肉。有啊，那个啊，黄色啊，烤猪肉，偏有一点白，有点讲远的，但是至少是黄色系列家族，讲远的是，讲黄的啊，远了吗？奇异果，没有奇异果，新哪来奇异果？奇异，天哪！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便当里面的那个肉啊？肉片是真的是黄色的那种的，黄色的是咖喱吗？卤过的吗？荧光咖喱吗？荧光咖喱，真的任何东西都是黄色的。咖喱，它没有配到咖喱，就是肉，就是本身就是有那种偏黄的黄色的。No， 没有。姜黄腌的吧，腌制过。哦，是你是在哪里吃到这个东西？便当店吗？学校营养午餐啊。你像营养午餐什么都还有，他果然是跟荧光咖喱一起的吧？他应该是跟荧光咖喱一起的，有机会啊。对啊，因为荧光咖喱会那么黄，不是就是姜黄粉吗？就只是姜黄，它是假的，它根本没有香料，它不配称作咖喱。好气啊！好好吃哎，是蛮不错的。便当店有，我还是会选一下。没有，便当店有的话，便当店我有的话，我也是会选，但是我不会叫它咖喱。我不会选这个东西。那他要叫什么？他不是叫荧光咖喱的？对啊，这是荧光咖喱，或是学校午餐咖喱啊？荧光荧光物。
超气。这个我贴给金肉给你们看，就是我吃过这种肉，它是就是有绿绿的，有那种彩虹色的那种奇怪的。这个叫发霉吧？没有，这个好像是发霉。他好像是说，就是之前我有看到有人有讲，好像类似说，就是你切肉的时候，如果切那个好像角度还是怎样，刀子上面的金属，刀子如果是铁的，然后去切就有可能会这样。但是他是说，那个没有关系，对对对对，还是氧化反应。我常吃牛肉，去牛肉面都有，吃什么寿喜烧啊，牛肉面有，对对对对对。可是它不是咖啡色的啊。它是绿绿的，绿绿的，黄黄的这样子啊，綠綠黄黄的，绿绿的，它是被调色过的彩虹色，彩虹色，彩虹色，彩虹色吗？彩虹，对啊，反正听到关键词了，关键词可以调出小雨的咒语，片我还没看哦，啊，什么彩虹色，什么东西，可以调出小雨的咒语，调出小雨的咒语，的咒语，它什么？它叫彩虹色吗？啊，彩虹色。我听到了 VTuber 那个，对，你看平常你不是跳蛮快的吗？发发怎么今天跳不起来了、欸啊我？我今天怎么接不上了？我不接了。今天是成为女神，你的压力太大了。可能是没有白天，我脑袋转不过来了。我已经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说你偏了是不是？我忽然间很害怕自己会死亡，所以没输了。感到恐惧了吗？带个家，我们今天呢，至少大家选一块地是你自己的家哦。好、啊，不可以住在我家楼下啊、哦！哦，楼下有人住在楼下、哦，我甚至想说去别的地方盖的、欸。没有，我说不可以，不可以啊。哦，欸、他没有说楼上不可以是吧？对啊，楼下不行，那改楼上好了。对，好像不错，大家斟酌一下。反正大家都是顶楼加盖的那个庙，大家都是邻居嘛，不要分那么细、啊。是的。对啊，都在这种危险的地区了，都在末日，还要搞小团体这样。可以。嗯、啊。嗯、啊。要喊啦，里面会难过哎、欸。啊。啊！你越无家可归，我要收费哦。那你要收费的话，是不是想自己东西都可以用啊？哎、欸，附近有村庄哎、欸。租借费啊。租呀。对啊，我们附近有村庄哎、欸。哎呦喂、哦！面向哎、欸、有个海嘛，面向它，然后右手边。好喂。我去偷马铃薯回来。好耶！好饭哦！啊！希望我到得了。我去找牛回来。You can do it。牛，我记得附近不是有吗？有啊，啊我想把它引回去。还有伪装牛的马。对。哦，这个水晶洞的水晶长好大哦。什么？你已经有水晶洞了？哇，你要扯？对啊。我逛太快了。我也不知道，它是，而且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它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有肉一部分出来的，然后我从它背面挖出来，挖到了。哦哦，很猛哎、欸，好猛！嘿嘿，我也是我们上一届最多水晶洞的男人。哎、欸，真的哎、欸，我上一届真的找很多，上一次找很多。哎、欸、耶，你们讲一下啊、哦。我们这个末日嘛，有小小的规定，就是我们在打完中介龙之前呢，是不能穿钻石装或用钻石的东西哦。好，钻石稿子吗？不行，稿子工具类的，哦、不行，不能使用，不能穿着，哦，不能用间接的使用它，就是不能用它。对，好，我们还没解锁这个文明，对，文明还没解锁，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啊，技能，所以现在最多只能到铁哈。哎，对，好，所以都还不能复活，就遇水跟哦，丁、哦，遇水也不行，遇水不行，对啊，遇水跟打那个凋零，凋零，好的，好的，我要先选好，不对，我要等你们全部选好家里之后，我再选我的家。为什么？干嘛、啊？那么紧张？干嘛这样？有点紧张啊。什么紧张？紧张什么？你觉得好像邻居吗？
我上辈子跟上上辈子的记忆都是每次我家会有人进出，都是变很奇怪的地方。不是你去别人家翻东西吗？欸、你第一名欸，我那是我家的箱子买就比较多，翻箱子第一名，那可说了啦。没有，不是，那不是上辈子，你们怎么还记得那上辈子？上辈子。哎、欸，没有，那个还记得啊，我们只是被带来避难的，我们被抢过来，又不是，对啊，我们又没有，我有前世记忆，有些前世的记忆那个不太一样，对啊，嗯、那个发发的魔力不够了，要把我们记忆消除了，但是我也快死了，我活得很好，你们要坚强一点，哦，女神也快不行了，女神我也快不行了，我脑容量也快炸了。哦，我挖到底了、欸，资讯太多了嗎。吃动物玩很不错哦，有点多。对啊，生了还会给钻石。加油！我还缺一个顶楼加盖，盖一个公庙。你的公庙是盖在盖在那种地方吗？对啊，这样子才有台湾味。那个叫公庙，那个叫神明厅吧？庙厅啊。有啦，都有些盖在那种顶楼的啊。有啊，有啊。那顶楼加盖，我们要很有本土味，想念家乡的吗？好，你们不想念，没事，我来帮你们。哎、欸，我都哭了。好的。我以为没人想念吗？好吧，你们不想念。那好吧，算了。你们竟然不想念，那我替你们还原一下。好，等你还，等你还。麻烦至少盖个五层楼的公寓，还要求别人要盖五层楼，超过分。好啊，那我这次就盖这种的。感觉你要盖怪怪的，完蛋。没有啊，我哪会怪？他的建筑应该是我们里面算正常的吧？是盖最多，而且盖最多最正常的吗？那我就先寄托于你了。不是吧？你要先盖出法院吧？你刚刚想告人？先告人？要先告人？你想看？我只会盖毛坯屋，你们愿意吗？那个法院先是毛坯屋。哎、欸，那我是不是可以故意盖盖完，然后说这个我就出租这样？可以耶！哇，你直接当这里的房东，你有商业头脑哦。好像还不错哦。哇，说不说不说，那个第一片那。土地第一颗金就是你的了，嗯，当然去赚大钱呐、啊！跟着我，哎、欸，溺死了，没事。啊，请问一下我们的女神哈，请问你是你的那个庙哈是想要充满台味的，还是非常西亚风？台味十足。你想要台味十足？没错没错，我们就是哇哦。这个台子， wow. 我要做那个四个人，然后上面那抬着那个轿子这样子，台位。那个不太一样，那是出去玩的时候坐的车。出去玩，出去玩，哇、wow. ！出去玩的时候照镜坐的啦，那个不是平常坐的。更，等一下是更吊用哎。那他应该有三个门呢，就是中间那个门平常不能走，大家要从右边进去，左边出来。那是神明走的，那只好吧可以走。中间是神明走的，就是你回家可以走中间。你那个门还要有门槛哦，然后那个门槛不可以踩、啊，不可以踩到，踩了就会说你完蛋，怎么可以踩死？会衰哦，对，会衰。你不尊敬，你不尊敬，重走。这列出行不行啊？哦，不知道。应该是了啦，应该是了啦。没有，他还帮在这里耶，他还帮你锄地。哇，他帮你整地啦。我看一下。阿弟的范围到这里吗？好，那我走了。完了，我不知道范围已经被摸清楚了。人家出场，我不知道。没事，我只是怕会弄到你的地而已，没事。哦，我走啦。我去哪里呀、啊？很害怕，很怕有人寄居在他家。地居哦，这小僵尸怎么那么厉害啊？小僵尸就跟鬼一样啊！命好，
干啊贵。哦，这个下面有人弄一个马类似码头的东西，有酷哦。音乐，我准备开家的地方，因为这音乐家在下面、啊。晚上都会有怪，那海上比较安全。啊哦，聪明，聪明哦。哎，原来我们附近很多。有啊，有啊。有啊。哦，我要在高原上。莽原呢？站在高岗上、哦、没有，就在唱歌。音乐家在云里。哦，音乐家的上面。现在就是一个家要比一个家还要高。对，那等一下我们会盖出一个101啊。一直往上盖，一直往上盖。说，那我们就直接往上盖的吧。那就直接在他家楼上一直往上盖就好了。是哦，反正最上面是要盖庙嘛，对不对？对啊。然后我就盖一个那个水楼梯哦，干得好，干得好，大家就可以。水电梯回家很久哎、欸，有很久。哎、欸，水电梯很快啊。很快吧，往上冲蛮快的。对啊，很爽欸，会冲过头欸。真的，会过站欸。冲回前世了。直接过站。冲回前世。这就是一个那个升华的概念。哇，升华。有人挖到钻石了。挖到几颗啊？一颗。啊，那我们可以弄那个嘞。可以弄附魔。附魔台的左右两个钻石。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想办法黑曜石，没办法弄黑曜石出来啊，所以也没办法。所以对，可以用炸的、啊、黑曜石欸，黑曜石炸得起来吗？黑曜石用水桶去装那个岩浆，浆啊，那不是要那不是要拿起来、啊，是要拿起来、啊，拿不起来、啊。火塔、啊、对、啊，去那个吧，那个找野岛啊，对啊，你去找野生的吧。对啊，找野生。哦，那个村庄没有。嗯，哦，对耶，阿王，你这样只挖到一颗，你要罚钱哦。为什么我都要罚钱？一颗罚金，哇，好好好，那我罚给我。哇，小雨你很呛啊！我讲到一半，哇，糗带了，还好，啊，糗带了，我忍住了耶，我忍住了耶，有我感受到你忍住了。哭了。哦，对了，不是前世的奖杯可以换东西吗？还是什么啊？对，不死图腾不是吗？就只换成奖杯而已吧。奖杯啊，他就只是让你装饰而已。我想要之后再拿。然后之后再拿。啊，请问没有前世记忆可以拿奖杯吗？不行，不行，我好像你可以跟人家要奖杯。那没有，你就说请供奉你的奖杯给我。请供奉出你的奖杯。我一定给你一个奖杯，叫最飞奖，好不好？啊，还有最造神的，好像不错哦。好，先最飞奖，飞球奖，好不好？嗯，听起来美败。哎，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我赶快了，你要怎么？来先青菜，起几粒醋，青菜来，起几粒醋，嘿，青菜，青菜来，青菜底加啦。哦，沙怪，沙怪可以获得钻石。哎呦，你获得了？我还没，他一趴几率有点低。哦，只是看到哇，我五等了。如果这个的话，那我希望我自己不要打到，因为打到代表运气用掉了。不行，钓鱼是很快。有卡要抽吗？我怕之后要有卡要。哦、我怕。钓鱼可以试试看啊。我很久没抽什么卡了。哦，有，只有我的刀断不出来，很生气。钓鱼，那你就是没抽到。可是我最近都没有抽卡、欸，奇怪、欸。哦，在海上种花好像很聪明哎，不是种海上花哦，海上种花，海上花。那他会有线被鲨鱼咬、哦，好恐怖哦！不要再搞了，网路恐怖哦。有没有需要骨头啊？我要骨头，我要一大堆。为什么？为什么要一大堆？树啊，种树啊，染料，我要白色染料。哦，你不知道种树啊？
我不是，我是要把身软掉。他不是，我想说前期不是要用一点食物吗？是有点太早，对对。你想说不是食物先吗？怎么是直接是哦？我要把身软掉，我要干死。反正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他大概了一个月吧。差不多，差不多。有人可以来我这边拿个四十根。四十根，我以为你家这边有骷髅的圣怪砖。哦，对啊，有关有圣怪砖。那你就不用担心了。耶！喂，完了完了完了，有小僵尸出事了。完了。待机呀。哦，我有听到他遗言。这样吗？他遗言怎么跟溺死好像有点像？蛮像的哦。我僵尸化了。哦，好像蛮合理的。知道合理。我看到有一个留言，我忍不住，我很想要稍微讲一下，我觉得很好笑。Yeah. 他们直接留说：“请问你是小猫团团本人？我什么时候变小猫了？”小猫团团，我之前也有看过这个，我笑超久。为什么小猫团团？西猫啊，西猫特特啊，讲起来很好笑，你知道吗？这不是还是个凶猫？对啊，小熊猫那个是他们乱叫哦，那个很久了，他已经没在做实况了。我上次看到叫你叫错有一个，我笑超久的，他叫你土仆哎，土仆，我快快快，他看好像很像，可是长错字。哦，土土犬的土哦，我是小猫土土，土土对对，你是熊猫土土。不是，我是小猫土土。啊，小猫，小猫土土。你这个名字完全改了，好猛啊！对啊，他之所以是说借符盒丢掉啊，对，借符盒丢掉，里面东西可以拿出来，是充好的。哦，1.18好像有一点改掉了一些东西吧？就是你们公司的才会啊。对，我弄那个是正常。嗯，加血量是正常。哎呦哦，再研究一下。1.18从装备开始用起，对呀、啊。好的，好，把钻石弄成稿子哦。不行用啊，只剩三颗了，只剩三颗了，留着吧，附魔打剑吧，弄附魔打剑啦。这啦，那潜能的话现在也是没有解锁吗？还没，应该说我也不知道哎、欸。你也不知道你哦，我好多头绪呢，要一个阶段要一个阶段啦。我们可以偷偷搞一个网路货币之类的，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啊，对，我们还没有网路。你知道那个问题吗？哦，想逃税啊？逃税啊？哎呀！好，哎呀！哎呀！你给我脸丢了。你安尼袂使哦，我们偷偷来个网络，超级先进发达，然后忘记自己根本没网络。拜拜，再会啦，爸爸，爸爸，喂，爸爸。嗯，我以为这没有藏木头。我也觉得有，刚看半天看没有。对啊，所以我才爬上来，我想把它打一打。什么？竟然没有？打很多都没看到。哦，有啦，有一个。应该来去挖矿来对。现在你要挖什么啊？铁矿。我有挖一些，可是我不能动了，不好意思。他动不动了？应该是卡到你负重啊！我负重有可能啊！我刚挖铁矿回来。嗯，等一下。哎、欸，我们附近有村庄，那我可以去骚扰村民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就面对海，这样我们就不用怕没铁了。有叶妹、哦，小雨。哦不，叶妹、啊，我是不是要死了？叶叶，第一次灾难来袭。叶叶，啊，对，三天。啊有夜夜吗？要死人了！喂、啊，我是不是有躺过床，所以没有夜夜啊？没触发到吧？睡一下，没触发到。躺一下，躺一下，还是可以睡吗？可以啊，可以睡啊。哦，要是有人睡就好了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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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过白天。睡了还是
永夜，所以还是晚上啊。所以你们海、啊、你们那边海巡是还是会咬你们哦，小心一点啊。对，海巡还是要自己去睡一下。哎、欸，唐，你看那边。哎、欸，哦，在那边飘啊飘。海巡这边没有那个啊，等一下找一下。哎呦！哇，有人全身铁嘞，好扯。我全身铁很久了。你说扯还是潮？好好扯哦，好丑哦，对不起啊，好丑哦，丑哦，好丑哦，是在丑，好扯哦，你是不是在臭啊？是在臭，太臭，太臭，这也都只有同龄人哦，他死了，我也死了，为什么？同命。你被远距离僵尸攻击了吗？不用同意，真的吗、哦？你很快就开始在弄卷了。我现在就是打到就用啊，我现在有一把加三的斧头。嗯，你家就在那边了。精英怪啊，对，现在是定居了。短时间我离不开这里了。哎、欸，项目我觉得要跑图哎、欸。对啊，应该很远吧？这边应该就只有丛林木而已，跟项目。这边一般的项目有。嗯，我要去跑一下。哎呦！对他记这一次要盖木头房。木头房，反正有房烧。嗯。我这次不盖木头房了，现在这个只是暂时的。那你要盖什么房？要盖什么？我要用一堆混凝土盖房子。哦，那你加油！你很勇啊！那你加油！我很勇吧？那你想一下、哦，你想一下哦，要花很多时间哦。那撤了，那撤了。那真的是你想想，你想想你，想好啦。哎。到哪里耶？什么东西？你要找什么？海景套房的位置。好好，你可以去沙子那块呀、啊。你要想哦，回家很远。嗯，对的。总不能每次我家很远。对啊。怎么了？我觉得你们，你怎么不会讲话了？然后我又把自己炸到快死了，炸到快死了。没事，我很棒，引开炸，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给拧死的。好，然后等一下左下角相信你，发发 baby 一逆死，你不都喜欢打那个吗？被你逆死的，好大好亮的旗子。为什么那种什么木剑？哎、欸，这给你，签名，钓到的，好耶，那我再钓耶，啊，钓鱼喽，钓哦，没钓，嗯，啊，啊，哎呦，第一只就河豚，好危险，哎呦。现在看到河豚要怕哦，之前根本不用怕。没、欸、事，也不会怕，把它吃到就反射一滴而已，没差。万斯酷酷不能穿，不能穿，哭了。你还穿？不穿？没有，我拿到哎、欸，他拿到就有成就了。哦，对了，我自己。哦，我只拿到，不然你是要我放在那边让它消失吗？那也是蛮难过的啦，蛮难过的啦，最难过的那种，曾经在你眼前，却又消失不见。真的，今天第几遍这样子？欸、这是有可能今天第几遍嘞、欸？哪有呀？有要来拿骨头吗？有一组多了。哦，哇哇哇！哇哇！我把一杯碰。耶！哇！海豚尼，你是个好人。那你有没有铁可以给我？这里。我把家盖水下，可是好像很麻烦。耶！水下麻烦哦。对啊，一开始要盖很麻烦，所以我才盖水下。
这个坐标包稍微看一下之后可以走过来。哦，很近啊，中心点往下就好了，负十负二十二。哦，爸爸在拆家，在拆家。啊、我要拆谁家？没有啦，没有他引爆，他疯狂引爆。巴拉巴拉，背蹦，爸爸背蹦子，咒语每次都不一样。哎呦，好险没有炸到我呢，好恐怖哦！我有那个估算距离，不用担心。估算，还是你们想要把旁边炸平 ？No， 他炸不会炸平，你炸不会炸平吧？所以越炸越乱吧？对，一个洞一个洞。No， 拒绝地。哦，你们可以耕地哦，不把那个什么，那种茎草茎，草茎，草茎、哦、还是会有加速哦。嗯，哦哦哦，我自己扎自己的地，是啦。我看到了，好累啦。嗯，白心你要在这里啦。哎呀，我不然在这边整地干嘛？不是要问一下，奇怪、欸，奇怪，问一下，没有。刚刚阿旺在这边东转转西转转，想说他在对我弟干嘛？他在对我弟干嘛？啊，发现要这边了。我也想要在这边。看到这块地还蛮平的哦，好像不错哦。哪一位好心人帮我整理的、啊？挑个位置。哇，这块地怎么这么平？很适合盖房子哦。好大，好漂亮！我有一个柱子。哦，啊！撞到麦，没听到哎、欸，在撞，没听到就好。哦，我的耳朵都坏掉，耳快聋了、啊、哦！你要赔偿我哦，赔偿你哦，你要赔偿我的耳朵，赔偿，赔偿吗？他这个撞到好像也蛮严实的啦，好吃。我怎么？你怎么？钻石搞成奶奶？等一下，什么时候？铁桶要把这个弄怪吧？打怪掉了吧？哎、欸，我刚刚打怪会掉啊！哦，我懂意思了。对啊，你没有水桶，你去扛铁桶啊！来我这拿，扛个点铁来。来我这拿，那水桶做好的水桶。对啊，哎呀，好耶！我跟月月拿比较近。啊，一定是我的比较臭。嗯，对啊，因为你都在地上。对啊，对啊，好难过、哦。啊，我做错了。你做到什么鬼东西？我做到弓，可是我要做钓竿。钓竿。他那方好像差的有点远，差有点远哦，怪怪的哟。你把那个啦，弓的弦拔掉也可以的。再拔一拔一条起来，你可能可以试看看啊，看搞不好真的卖块 1.18 新弓，你要找一下怎么拔掉。哦、没事，我直接拿弓再去杀一只蜘蛛不是就好了。老板，你直接来我这边好啊，来我这里没有、啊，我这有多，有人蒸发了。我刚刚看你在跟枯弓对峙，对不对？对啊，太过分了，我把枯弓打死，瞬间跑去爆炸。好怪、欸，那顺便把那个枯弓掉的战利品打掉，没错，还掉一个石头、欸，哎，他直接炸烂的，哦，好狠哦，太过分了，狠人，太无情。阿爸，还是你过来我这边拿，我这边有多两条线，好啊，还有两条线，两条线，看一下，阿旺怎么又死了？他气死了，是不是？我刚刚超那个。打不到，然后就爆了。哦，感谢。哎，这个峡谷哦，这里又一个。我可以把剑石拿走吗？可以，可以，拿拿拿。哇，你这边很多东西耶。那就再刷。阿旺，你还好吗？你被苦力怕气死嘞。不是我，真的是被苦力怕气死。被气死，我的装备不见了。啊，好哦。啊，卡了是不是？就是那个会身上看起来是空的。对，我身上空了。应该是卡了，嗯，卡了。你重登看，我去质问一下外面那个家伙。好、啊，不是
你是不是宰什么？你在宰什么东西？宰什么？都有我了，干什么？噼啪炮！嗨，你要什么？我许愿的吗？我不一定会给你。哦。他可能不会给你。有抓游戏啊，真的是啊，抓到了。抓游戏，所以你们会有哦，所以你电脑这样，你们家里这样子会有差、哦。网络共享，网络啊，对啊，网络共享都多少会有差啦。嗯，是我。其实你们在直播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偷偷上传影片。上传。上传还好，没有，因为没有，因为他们是开直播，也是用上传啊。对啊，可是因为上传吃的没吃那么多啊，就本来都还会有丢，就还好。砰砰砰砰砰！我们来杯杯红，哎，我来了。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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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真的，种子码是可以使用的啊。好、聊天室要怎么复制下来 啊？你们自己打 S1， 慢慢打，自己打。哦 ，SED 就可以了，是不是？对。好，这是为了避免蘑菇岛憾事发生嘛？对。然后旁边有竹林，有啊，然后就在旁边，我刚好看到。啊，太好了！我这次竹林里面有一大片竹林，这次我真的熊猫馆就可以很快就弄出来。有鸦片？谁说鸦片？谁说鸦片竹林？大片竹林啊，大片鸦片竹林，你是不是好危险？画的危险东西啊，很危耶，觉得有点不妙，不妙，不妙，不太妙。怎么啪嗒啪嗒的声音？雨啊！哦 ，Hello， 小雨，我在你家外面。嗨。请进。因为你在小雨家旁边、啊。是，不是你们俩在那边看请进，讲的好像你家已经有门了一样。哎、你家有门啊？他有门。不要不要这样、啊，我家是没有墙，可是有门哦。哇！先把门盖好了。是有门啊。好扯。是有门哦。就是有门的。讲说我这边看过去，明就什么都没有。有，人家是光看有两扇门，好不好？先把门盖起来啦。那我可以不要走你们，你自己游进去，不要走你。哎、欸，那你要是在旁边用游的过来哦。我家是有门度。我直接把门挖掉，说哦，我可以自己走进来。OK 。超过分。超过分。哦，旁边有红土哎，红土大陆哎。哦。哦，那个混凝土要不要直接用红土会快一点？用陶土更快吗？不行，纹路不一样。现在盖的拆掉还来得及哦。嗯，没有啦，没有没有，我现在是盖临时的，我先盖临时的，因为我觉得混凝土要等之后工具比较好再弄。混凝土不然太麻烦。哦，没有。哦，他那个。发的那个保护咒语只有到512格，超过512开始会饥饿。哦哦，走不出去是不是？哦、可以走出去啦，你会很饿而已。伙食要多一点，要带多一点的出门。哦发卡米，用远一点。哦，只要把发发带出门了，是不是？出门出门吗？叫吗？移动式中心点。玩守护女神，真是守护女神！我要10万格了，我怎么开始饿了？啊，好腰哎、欸，我腰哎，哎，走走，我被直接死了，我已经发沙了，我只剩一滴血，直接死去。哦，废弃的地狱门耶！哦，那你看他旁边箱子有金装。附魔金苹果耶！好冷哦，很冷呢。好爽，好爽，好爽！不是，不，他淹死。不，这样你就可以解那个饮食了。对。哎呀，小雨藏我家啦！啊，哦对呢，记一个点。我都是飞走。啊！听到什么声音？什么？小僵尸！小僵尸！
阿欢。哇，被刺穿了！被刺穿了！这有三叉戟的哦，三叉戟啊！好凶哦！好灰啊！太凶了啦！啊，村庄在哪个方向？那边啊，你沿着右边走，绕着右边走。哦，沿着海边走。嗯。想要去把村民抓回家，我想要去打铁巨人。可以啊，他还活着，他现在在水里泡澡。我失手，哇！我要打掉他们才会再生新的、啊。现在这么缺铁，对不起，我应该去救你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没事，没事，没事。反正不是第一次了，真的没事吧？等下，你是说没关系？你是说我见死不救，反正不是第一次了吗？对不起啦，我说是这样的，哦，抱歉，没事，真的没事啦 ，no， 没事啦，没事啊，我没事，你的，真没事。你刚说不想唱歌，我听出来了，谁？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哎、欸，我们也不想说完的。我刚明明是想唱，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飘。在飘。你怎么乱唱？哦哦哦！世界若是那么大，那么小，哒哒哒哒哒哒。我不懂这首歌的歌词、啊。我有听过，但是不知道歌词而已。被编了，被编了。啊，跟你讲没事啦，心里有事啦，这样子啦，懂了吗？心里有江，被雨刷来听。这样吗？被花刷无声。哦，被花刷无声。被花刷无声。有理说不出口。啊！我把你骗了。啊哦哎！啊啊哦哎！听起来很勉强，听起来很勉强。啊，要死我！这些人都怎么？哦，这个是呱呱，呱呱村庄。呱呱什么？呱呱村庄。呱呱村庄。哦。然后那边都是小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都是小麦种子。你看一下长大了没？还能长。因为我们没有人在这边，嗯，太远。呱呱村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他们家门口会摆啊。哦，摆青蛙吗？对呀、啊。呱哦。或者是摆那个鸭子啊。哦。呱。有可能会。哇塞！搞不懂啊。哎，阿法，你死掉的那一箭之前，你闪过他射到我。你怎么了？没有，我想要先弄一条路出来，这样子。哦，就比较好走，比较方便，对。哦，我们有城市规划了，太棒了！你当最后哎呢？没有，我只是在想。哎呦喂！我两下就被他打回家了，我怎么？你要想他是中介使者啊。A 怎么知道？哎，对，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啊？那小梅，小梅东，我何运啊？我何运啊？何运啊？全国电子呢？我怎么知道？就甘心的，好甘心哦。就甘心，哎，按错了。哦，这里有第二个村庄了。哦，负150，负450。还是有人来过了，哇！莽原的吗？相思木不是，是一般的。哦，对 ，no， 先把这些村民的家堵起来。对，刚要去做，不然他们等下就下次再来就全部死光。啾啾啾，咬嘴。我只有一支箭矢。
猫咪。嗯，有事。我来偷你的床回家。嗯，偷床。是我做的双人床，还要变单人床了。没有啦，村庄啦，应该是。哦，村庄可以偷一下。你家门口在哪里？还设置不就在这里？这里，三十一。哇哦，这里什么都有哎。那这一间怎么这么边缘呢？嘿呀，好吃，好脆呀！哎呀，好脆呀，好吃。哎，来呀！爱困呐，要困呐，爱困喽，困呐，没完蛋喽！怎么了？你被感染了吗？完蛋喽！完蛋喽！哦，我看到你们的 ID 了，天哪、啊！天哪、啊！跑多远？跑很远哦。不是啦，我的弟弟从那个深冠村挖上来。好好好，哦，因为下面蛮低的啦，下面到负18，负十八，那真的蛮低的哦。想说还是挖一条路上来好了，会比较直觉啦，不然你在那边绕来绕去，嗯，一直绕一直绕，我还是不小心按到，还是你故意按的？我没按到，被发现了，被抓包。在工作台上面，锵！我到黑项目了，我到黑项目了，有没有要的？我要一匹米吗？可以带回来吗？哦，带回来吗？素描，素描，带素描就好。碰碰碰，素描是要记得带四个哦。你带一个，它长不出来，跟还会跟我之前一样悲剧，找到黑项目拿到一个，一定要四个才行。哦，好饿，这里很饿，这里很饿。阿纪，阿纪，欸、等一下，来，阿纪我来在，阿纪我来在，不要哭，麦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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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麦考了，麦考背，啊，你在考哦，没有，你的木头是下面那一些，你的木头是下面那个，这是我的，哦，你的木头是下面那个，我的哦木头啊这个。哇，我们的火箭已经被拆了，还是融化完了？融化完了，拆掉了，掉电机就融掉了。哇！真的吗？我怎么看到有人刚在拆掉？我刚刚施工现场耶，看错了，看错了，融掉了，融掉了。啊，有24等，然后不知道在哪里花，可恶！24等，留着啊，等复活。留着啊，又反正不会不见。我是想要去再次去挑战，你就是很想要赶快弄他哦。可是其实打赢他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打赢你也不能，不是你打他拿到剑你也不能用啊。对啊，钻石啊，我就只有钻石，你可以拿来供奉给神明啊。供奉给神明，哎，你是里面第一个财富稍微自由一点的人，稍微自由。微自由，微自由，微自由，听起来很不自由。因为送的很少，哎、欸，没有到像乐透那么多啊，对不对？当然是微自由。那感觉就不是很自由了，是而且他还要供奉给神明出的。啊，供奉给神明会有什么 buff 吗？哎呦，免疫饥饿吗？感谢你的供奉。哦啊、我想到了，之后我们有盖一个神庙出来之后，感觉他自己就可以把以前的那个抽奖稍微拉过来，就是你供奉上去就会随机获得一个效果。哦，拿效果。你说 Happy Soul 那个吗？就只能有一个。对对，我就感觉很酷。那就感觉超酷，会召唤蜘蛛出来之类的吗？对啊对啊对啊，供奉太少，给你负面的。哎、感觉蛮不错的，可以哦。有，那就真的是可以盖庙了，该盖了，该盖了。哎呦，这次盖多盖几个，还有那个什么锻造的锻造房啊，还是什么？
抽奖房说不定盖出来，搞不好就会有抽奖的、啊。哦，盖什么房会有什么？是不是？我不知道盖出来的是不是？好，那我盖什么有什么？我想一下要盖什么？小吃店。小小，然后还好啊。嗯，有什么很特别的、嗯、大家可以谋福利的网咖哦，这个不错网咖，那请问我们现在在用的是我讲我们只是在电脑前面打网咖的概念很有吸引力吧、哦、嗯，很厉害。好的，我听得出你们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这样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怎么会这样讲你自己呢？不是算是斧头对啊，这边要怎么下去啊？拜拜。这挖在哪里？家里很多下去的路吗？鸡可以吃了。哪里啊？烤哪里啊？哪里啊？那些鸡都出生了、啊、枯宫就、哦、对啊，你家门口有小鸡你家门口哎、欸，对对对，在前面、啊、后面有山坡。杰克不是有挖上小山坡 OK 吗？有一个小十字架放在那边。十字架你要讲哦好痛哦哦哦，对，樵夫在砍木头 TP 到我前面来。小夫，樵夫，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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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的小夫，小夫砍木头，好小，小夫自己砍木头，好像可以的。你说大熊的话就有点不合理了。大熊，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我想砍木头，可是我好懒得动。有没有什么头绪？没头绪。哎呦，好险哦！然后结果哆啦 A 梦直接讲 kiss 啦，超凶，超凶的。哆啦 A 梦太凶了吧？凶！哇，你至少不是跟小雨那样子哎、欸欸。小雨跟你说，笑。你会觉得在伺服器，你在等 mini Q 也在这边，你在这边也在等这边，等 mini Q 咯。嗨，啊嗨，你是哪里？啊嗨，不逃了。我在旁边的海滩。海滩。哦，你也要这个、哦？不错。不错，哪边有人住啦、啊？隐约这边的话，阿旺隐约吗？阿志动嘞？我在这里啊，这边是动没有吧？旁边是我跟凡思英。啊啊啊！你应该海上有门的那个。上面是那个秋是隐约，是我的啦。隐约上面那个，对啊。我们目前最高的地啦，是他的。对对对。哦、啊。阿旺，这一个洞有人吗？这个洞，阿旺的洞有人吗？那你可能要问一下，阿旺有人啦，你可能问清楚一点啦。这里啦，讲一下，这里有人吗？这里没有人。是个水帘洞啊，水帘洞，水帘洞，有水啊，对啊，还有藤蔓。这里没有啦，啊，那我就这里了。那你可要把藤蔓剪下。清理一下，清理一下，清理一下。抓影射什么？没有，没有。想什么？笑的这么灿烂，打扫环境啊？怎么了吗？笑的很灿烂哦，仿佛小男孩一样。哎呦，不洗啊！我看一下，你要看什么？可能看那个藤蔓吧。哦哦哦，快快的，好好。哎，你下面插一个火把，因为他们现在亮度要零才会升。哎、欸，小心！有，我看到了。我想这边应该也可以弄一条路上来吧。对，亮度要零才会升火。对啊，所以不用插的很密了、啊。嗯。钻石只能铁镐挖吗？铁镐，铁镐，铁镐以上。镐 up up， 电能未满。那我们现在能用的只有铁镐而已。好的，
那我带一颗钻石回去。那要罚钱。你还来？你还来啊？可以吧？昨天随便中哦。卡拔喽！多打一点股份去充数。那些股份应该还没用吧？还是已经用了？对啊，还在想。哎、欸，我又有一把铁剑，拿自己下来拿。我打到第二把铁剑。哎呀！哎呦！箱子箱子。谢大大，虽然我在一个小时前出卖了你。太难过了，靠以德报怨。然后听到小雨的笑声的回音，对，哦，我现在终于可以一斧把怪物杀了。我操嘞！啊，我操，又强了！一锤了，好狠哦！好狠哦！石头，骨头，一锤除哎！耶！哎，这样子你不用再心痛一次了，你就可以解这个成就嘞。对啊，那你们大家都可以解一下。好啊。我们到时候盖神殿，你就把它供奉在那边。我要把它当没有，我要盖那个农业神的神庙就可以放，可以放在那边给他。神农氏的那个。神农氏。麻烦先给你。耶！摸一下。没有，要用杰克的欢呼方式啊！耶！然后我找下一棒吗？我找下一棒吗？我找一下哦、喔。离我最近应该是阿旺吗？我还在走哎、欸，我、哦、就是拿过那个都要这样喊，是不是？然后用不同方式。要穿成杰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交接仪式。耶！好邪叫！你知道你平时怎么叫的啊？你要这样喊啊！啊，你等下去找下一个人啊。耶！好像哪里怪怪的嘞。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啊！好远哦。哎、欸，这路是接到一半啊。对啊，我还在想要怎么搭。没事，阿旺可以先接，好不好？之后就会整顿了。嗨，我只是先搭方便移动而已。合理啦，啦啦啦。嗯、啊，哦，他爷是车神吗？欸、你要去给下一个，要去给下一个，你要去给下一个，下一个。我觉得越来越会越来越难找啊。对啊，找之后还有谁？剩下人越来越难找。对啊，你要那个副手放道具，哎、欸，主手放。我被你发现了。没过，也没过。他是变成一个盒子、欸。盒子拿出来，把盒子销毁掉就好了。好，东西拿出来，丢掉地板上就好了嘛。好好，我提啊，我不提。阿进，你家门口在哪里？小雨，嗯，小雨是，嗯，小雨，来来来来，请发出怒吼。耶！怎么了吗？那看来你血量不多嘛，我可以一斧让你让你重生。超像那个宅邸会遇到那个拿斧头那个，拿着冲刀过来，冲过来。我知道，还有月月还没，我要回家顺便找他。我现在不在家，我在外面。啊，你在家好吧？我靠，他走路走到跌倒了。走着走着被偷袭了。对，你家门口在哪里？就这里啊，就是门口。对，这边啊。啊，对对对。我看一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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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办？想到这边要不扩个五乘五的水。乘五。钓鱼。五乘五啊。啊！可是你的底下掉什么？对啊，那你就挖啊！你要拿黄金去盖啊！
我知道你想讲什么、啊，我也知道你在讲什么、啊。金城武嘛，金城武嘛，好吧，好吧。哇哇，嗯，明星，哪听到歌声？怎么了？我的心情就不一样。嗯，他这个宿主被人家挖一下，拿跟他复仇的。我回来就看到这样子了，然后就有点挖掉了，挖掉了，看得很不舒服。就没送。嗯，我不知道从这升怪量是正常的吗？我想说，感觉好像有点升有点慢。因为电话都是半夜啊，那表示都野外外面的怪，野外都会有怪，野外的不会需要、哦，对啊，野外也会抢生怪钻呢、啊。嗯，我毕竟在从身体这么近的地方。对啊。嘟嘟嘟。哇！可以量产一些项目嘞，好棒啊！对啊。对呀、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你干嘛？发光油，看一下，看一下你们家。好嘞，我走了。嗯。那黑曜石是可以从村民交易出来吗？不行。还是什么？可以从他们家箱子拿到。对他们家箱子会有。哦、对。那这样黑曜石要怎么获得？野外破碎的地狱吧，好像也。不出地狱门里面箱子好像有机会也有的样子，对，箱子有机会，要不然就去地狱跟那个、啊、跟猪猪混。嗯，可是没办法到地狱啊，所以地狱可以灌浆功法，那些用灌的啊，用灌浆功法，灌浆功法，用铁桶直接灌就好了。对，哎，是我觉得有点偏麻烦。哎呦，还好啦，入药其实蛮快的。嗯，之前灌我。食草，不是哎、欸，不是，不是，还有这个哎，我住海上是不是安全多了？嗯、然后就全部是没有鱼里面的城市，城市上不来我没差、啊。他对你射三叉戟攻击，我家浮在海面上，然后回家赶快铺我的城墙。哇，赶快把我挑起来！还好我现在两斧一只僵尸。哦、因为你有还好我有铁剑了，不是哎、欸，苦力怕哎，我帮你处理，我帮你处理，好了，处理掉了，赚了，掉两颗铜质石哎、欸，哇，赚到你，哇，拽，怎么不是崇高石啊？yeah. 哦、我也好想要崇高石啊，那现在怪物都是掉固定的卷轴吗？对，你看上面说明啊。嗯、鼓励大家多打别的怪。只是现在冲卷有一个小 bug， 就是他不知道什么那个盒子借符盒，对，会还在。乖乖借符。哦 ，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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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不是有食草吗？怎么感受不到？因为没有感受不到，是不是？欸、他讲的、欸，他讲的、欸，他讲的、欸，哎、啊，不是，哎、欸，不是，不是，我们说的是那个人的下一张，我讲的啦，你抓旁边喽，有点卡，不是我说的耶。哎、欸，怎么刚刚头转了一下？欸、对吧、啊？没有哎、欸，是那个思潮在哪里？等一下，其实根本没有思潮的。对，那个思潮呢？然后我旁边有一只啊，我旁边有一只。一只、啊，一只只是正常的吧？可能会越来越多吧，从一开始。它会分身是不是？它会分裂，它会分裂。嗯，不，指令打错了吗？嘿嘿。哎，这里面刚刚感觉没有，是蛮正常的吧？啊啊！嗯，请说。马铃薯，请说马铃薯，请说马铃薯，什么意思？马铃薯，请说马铃薯，来，什么意思？就是靠大僵尸掉马铃薯，你召唤好了，新的僵尸，召唤僵尸，看到你召唤，抓到了，抓到了，哪个系统出问题？他这个自己召唤的啦，我不知道谁打的，哦，哇，到了。
思潮没看到啊，声音改好快啊。嗯，所以那个思潮呢？所以我说那个，所以我都说那个思潮呢。这个所以我说那个思潮呢？可以到骷髅圣怪砖。哦，不管了，我就这样打了，我就不管了。啊，你说打什么？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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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我觉得这样偏过，偏过分，没有，他已经不是在脸旁边，在脸前了，在脸上了。我好像刚好跳了一下，没事，被咬了一下而已。我刚好在那个道路跑，还好是在脸上呢。野猫猫哎，哇耶！我收集到了全套金装嘞、欸！我快全套皮革了，擦衣服。好，看起来哇，这一池僵尸是什么？好多好多，哪里啊？僵尸汤吗？想看僵尸汤？小七这边啊，小七，小七啊，养小七这里啊，小七，小七，小七。那我们就是以前的事情了吗？现在还有小七啊？那我觉得就把这个鸡舍叫 Seven Eleven 好了。嗯，我刚刚听到很大的一声，那个僵尸变成城市的声音，然后一看低头，然后看到十几只僵尸到底是啊？我没听到哎、欸。不是、欸，你怎么可以把僵尸虫弄跟鲤鱼池一样啊？好像很危险，好开心哦！他没有没有，他超 safe 的，好不好？我截图在群里，我们自己看。等下我要叠上一个安全，好不好？好了，他下面好多只哦。来哦，他们有没有三叉戟啊？我想我家下面应该也是差不多了，我听到一坨的声音。刚刚水上好像很棒哎！哇哇好哇好多哦！我刚刚听到唰一声，他就嗯，然后屁股看一下，就是转过身，这是天然狩猎场。对啊，好爽哦！原来他不是伸在我旁边，是伸在我家底下，然后全部变成尸了，伸在脚底下呀。嗯，有铁针这东西了吗？还是还没？还没，还没。哦，哎，有三叉戟的，不是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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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这不对，拿着不会射吧？啊，不会吗？不会吗？你下去看看。啊，不会，不会，他不会射，他没有，不会射出来，他装饰而已。可这也太多只了吧？这里是怎样？这样子他会不会掉三叉戟啊？对啊，这次帮我回收一下。病毒想搞完啊！病毒，哎，他拿了，拿了，他拿了，他丢了，他丢了。哦，他放副手吗？他是放副手吗？副手就会丢？哎，不是，这样子超危险的，救命啊！我没事，我没事，我躲在家里面就没事了。哎哎哎，不是哎、欸，他怎么射我家？啊，你们就旁边的。我只是在弄窗户而已，我偷看一下而已。哇，这个好恐怖，这里好恐怖，我好像在玩世纪帝国。这样超不行哎、欸，好危险哦，他们都在黄色哎、欸，被刺穿了。对，你们这边不安全哎、欸。你们这个弹幕攻击啊！好危险，好危险。生化的生化武器呀、啊！对，好可怕哦！不是海边突然变超危险的，超安全变超危险的。哦，他们互射，他们死了。不会让我们地下下跌啊？不是这样。这边有住海边要危险加急。哇，真的是很。很难得会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个墙壁耶、欸，好恐怖，好恶哦、喔，超恶！你知道这挖掉会很好玩吗？挖掉一格，挖掉一格会怎样啊？就那个箭矢会往下坠啊！哎呦，是靠近不了了，好玩啊，危险的。把，那这两只僵尸臂力不够，还一直射，一直射。海边好，突然好危险啊！哇，他们要疯起来了！阿朵都趴在我家门口，跟满心家门，还是阿旺家门口？
我家窗户也有啊，超危险的。啊、哦！你们今天就是这几个小聚落、欸，你们今天都离超近、欸。你看我的门，我的、真的要到你家，超烂的。好多哇、哦！我的天，好烂呢。你是不是欠了很多钱？对啊，还钱哦，钱不还、啊，被讨债集团的摧残过了。这淘气的很凶哎、欸，好可怕啊！我还是回去好。哎呦，那三叉几只丢掉啊？你打到了、哦，真的有打到，你真的打到、啊？我打到一把，你好强。我只好拿他来捅人了。你可以把它拿在下面捅那个捅护工，反正消耗品。好切啊！谁捡到了？没有啊，没有。我刚往他接方向射。哎、欸，对，我要打月月。打月月，你要打他？没有，我要拿东西给他。对。哦。我要传承杰克的意志。因为刚刚刚沉尸那一波的时候丢给他的。谁要来进那敬业？对对对，还有女生，你要拿给女生。女生在哪里？来，女生，我在这儿呢。来，三二一，啊，你没叫。哇！他很努力，他很努力。他那个小狮子想要怒吼的感觉。好，加放，拿回家放，噔噔噔，哎，你就直接拿回家放了，拿回家放，拿回家。我也不知道这箱子是谁的，反正放进去就对了。那个感觉是公用箱，我先拿走了，先拿走。好的。嘟嘟。喂。种这里好了。还有没有黑象木苗啊？嗯，不是有种吗？你说上面那三颗可以砍的吗？对啊，可以砍。我以为那是有人就是道路边的装饰，我想哦，道路带回来的，砍吧。对啊，开砍开砍。对，未来道路装饰一下。因为我在想要不要带一个铲子，然后如果要出远门的时候，就一直疯狂锄地板。哦，你是说就是看边走边加速？哦，感觉很丑，感觉也速可以，很丑，很丑，这样你就不会迷路了。这样会对啊，丑好过必留下痕迹，你要自己清理干净。就像是外面砍树砍一砍，然后就留下一根一根一根，有一个土柱的，土柱你在讲，土柱有点危险，是木柱吧？怪的哟，啊木柱啊，这石柱啊，这会岩柱嘛，对不对？岩柱，它可能会有个洞。哦，甜甜圈嘛，甜甜圈，甜甜圈。哦，嗯，Oh my。甜甜圈好吃。卖。完了，这些树可能不会掉死，一棵树不会掉四个树苗哦。这样子不一定，有一些不会掉，不会。你忘记了吗？你之前做那个很白目的东西，啊，很忘了。就是他之前有设一个成就，他之前很早1.7吧，然后那时候要收集五组多的那个啊。丛林树苗，那丛林树苗掉的几率又是一般树苗的再少一半，因为通常都很大颗吧？没有、啊，可是他锄头打它会不会比较多？不会耶、欸，它都几率的，2%+哦，丛林树苗是2%+。锄头是专门来打叶子那一类的东东。对啊，就蛮低的。你 是忘记这件事情了，阿基？他不记得。他做的话是他不记得的，有啦，我记得啦，有啦，没有。你这个感觉不记得了，听起来嘛，对啊，就那个啊，有啦，记得啦，这个啦，有啦，对啦。哦，就是过年过节的那种，就是家长。有
是那个机会在嘛？你说之后怎样怎样吗？哦哦，记得啦，记得啦，根本连打理是谁都不记得。然后等私下红包钱问一下，没有红包钱还会被拿去说来妈妈帮你保管。来啦来来来，妈妈帮你收着啦，长大再给你，来帮你缴学费，然后你自己去那个就学贷款，超过分。啊、以后是你的学费啦。也是以后啊，可是这个学期的，直接开学就被花光了啦。嗯，那、啊、我家是讲说，因为妈妈有包给别人小孩子这个钱，然后别人妈妈就包给我，所以就是那笔钱是妈妈的。啊，不补这样子啊？我的都是拿去缴学费。我的是存起来。啊，长大一点之后就是可以自己拿，超爽的。嗯。那个有人家的丛林木在海上的长出来了、欸、那是我的，我弄的，我还没弄好。好的好的。嗯，怎么有奇怪的声音？对，有人偷亲。谁刚才在做什么事情？有人是不是在陪喽？陪喽陪喽。在乱陪喽。陪喽陪喽是。好啊。点啊。点呢、啊？开。不行这样呢，安尼不行呢。哎呀，有些那种情侣那种还是什么偶像剧啊那种的，然后就是亲的很吻戏都很正常，但是我你当配音帮他配配了配了配了，我变超很快，很恐怖。哎、欸，我们家附近有没有比较多历史的地方啊？历史海底下都是历史啊，海底下不想挖海底的，你可以发个门啊。你可以放在门口啊。可是我想说，如果陆地上有一片的话，我直接挖比较快。陆地好像没有，不然你就要去找那种山上。好，不是，那我要走。哎呦！不要爆！不要爆！啊，爆了。没事，没有扎到路。真是你这不要跑到陆地上。哦，你用混凝土，如果被苦力怕炸，它炸是一大块哎。啊啊、不耐炸，混凝土的抗爆能力很低耶、欸，没问题的。那就是有历史还原啊。对，哎，你没有历史啊、那個？对对对，苦力怕那边炸掉的。哗哗哗！我带你去。哗哗哗！你现在飞过来没用的，因为我已经回家了。Follow me。Let's go！ 哎，换人啦！带你去死！换你吧！他不是这样子发他的吧？跟着我一起被炸！一起炸！没事，我快到了，再坚持一下。呵，有了，我到了这里前面海边。可是刚才被我炸掉一些了。谁的木稿木斧丢往峡谷丢啦？有人捡到了，你捡到是我？是谁啦？他应该有潜能吧？木斧哎、欸，没有，应该是一般没潜能开始做的、那個。有那个哎、欸，他是团丢的啊？没有，那就是你的。很清楚啊！我想说，你没像这么准，听起来很清楚他的思想。没有，我只是在问。啊，我也知道，那个应该有潜能吧？我想说，你怎么这么清楚他有潜能这件事情呢？只是在问而已啦。哦，没有，但是真的都推断。合理推断、哦，推理哦，对，但是不是你丢的吗？根本不是，不是我，是你丢下去的那把。能，确认一下，确认，确认一下是不是吧？对，所以我们那个思潮结束了吗？就刚
刚刚那边吧。哦，怎样？你们想再来一次？没有，我很好奇，因为我以为他还会跑丝绸以及。白痴，干嘛？等一下啦！哎哎哎哎，不是这样，直接从空中降下来了吧？来做事啊！对呀，是卡的，有一点点。哎呦，甘蔗哎！我也不能这样。哎，它绿绿的在发光，它发光过来。你过来，这个世界有禁制的，是不是？我讲丝草就会来一次，是不是？然后我说，就是要很白目的人说，丝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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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只批评他吗？拜托。不是，但是我的触球手势做多。我的僵尸生怪传不是僵尸生怪传，我的骷髅生怪传怎么里面站了一只僵尸？哎、欸，你变了。是要不要这么过分？我这边放眼过去，大概有30只吧。欸、啊！狮子，完了！刚刚我讲一点事情，有人没睡觉，有人没睡觉。那只好把这些东西拖去某个人家了。来来来，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哦，不是，我后面真的超多只。我看阿旺后面跟几只，有人一直喊至少至少，是不是？没有啊，你刚刚说错了啊，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就好了，没有你听错了，那你要再听一次吗？可以啦，你要你哎，后面超多哎、欸，好好笑，是超啊，好了，我失败，超哎。丝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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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的丝绸。我来说丝绸。哎，不是，我觉得他今天你家蛮热闹，你家快要被僵尸压这么多了。家门庭若市。哇，你这是什么天喜呀？他不会一整坨跟着走哎？我要看。来，我接个头。有天喜呀。来，给大家看一下他季家家里的盛况啊！他季家很热闹，而且还混了一个奇怪的城市。季家在哪里？我要去看看。他是城市啊！真的吗？看真的吗？好多、哦。在干嘛？怎么都在他季家？请问这个是不是我被监听？是不是？有啊有啊有啊！这个想要坏一点，就把他自己脚下那一个再挖掉。不是，帮他叠方块就好了。他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我是不知道手上掉下去了，我也没头绪哎、欸，我也没有头绪。你们两个好多啊、哦！没有啊，我们想说看带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热闹，还蛮热闹的。好笑哦！阿爸在楼梯，阿宝一步伐了，白痴啊，快跑！这里好可怕哦！哎呦，哎呦，我的书包卡住了呐、啊，我又不能动啊！现在应该全部都跑去……哎哎，没有阿旺，你是断线，不好意思，我书包卡住，我要重开。哎，这样就不是追我了，完了，换追我了，换杰克了，哎，去吧，去吧，去吧。太危险了，这个世界！啊！跳上去了，是不是？哎、欸，哈记，你这个我打一下底下，你就叫他来。我直接摔死！哈哈哈哈哈哈！啊，都是经验值，我慢慢打。有杀怪经验。哎、欸！我看你，你真的要查过我的斧头哦！啊、不要试试看。后面有鬼，后面有鬼，还取了跟着走过来了、欸。哎喂！哎、欸、哎、欸，繁星那边也很多哎、欸。你把水里面的都引过来。对耶。有。哎呦喂，怎么那么多、哦？对啊，怎么那么多？关键字啊，有没有头绪？关键字一直打、啊，有没有头绪啊？哇，超多的耶！他怎么加速了？他们加速，他们加速了。对啊，怎么加速？好奇怪哦，我有头绪。啊！等一下，等一下，太快了吧！超可怕！妈妈，你怎么可以躲在上面？好你不可以躲在上面，下去！不要！
太残忍了，这就是末世的人性了。哎呦，太残忍了。第二批，第二批啊，第二批啊，嗯，有要有要推了，有要推了，太危险了。哇哇哇！你左一坨跟着走。对啊，因为好像是直接发发的吧。啊！哇，你现在全部然后都怪我这里了。哎、欸，现在要搞一个人，就站在旁边直接死掉就好了。没有错，聪明。还是大家去当城池。什么打城池？打不赢就加入吗？打不赢就加入。对啊，打不赢就加入。哎、欸，这里好多东西哦。一下，哇，舒服，舒服，舒服。还是打城池比较好玩。这边是我们的美丽家园。哎，接下来这边是我们海景第一套房。哎、欸，没错，你们现在前往是海景第一套房。好多好多，好快啊，好快、啊！哦，他们都在门口呢。我们这边没了，都带亮进去了。哎呦，然后都进来了。哇，欢迎光临！有没有？有没有勇者敢在说一次跟坚持呢？干嘛？血月来袭！血月来袭是吧？没有他讲的，他啦，他就他讲的好了啦，他讲就他而已，加就你看他家其实离繁星跟小雨家很近哎、欸，太多了吧？这倒是真的。我、哦、这很难接那次，超多，每个都还带工具哎、欸。哦，哎呦，哎、欸，好多、哦。然后都带到我家了哎、欸。城市会掉铜锭哦。会啊，会。嗯，好烂啊、哦！为什么不掉铁锭？铁锭是一般的僵尸啊，一般的僵尸。还行。好烂哦！铜锭又不能干嘛？哇！石头、嗯、石头啦石头他就这样无情的吸走了谁我吗不是我是说团团所以全部跑来打我了等一下快发油呀哎呦哎哎，不是哎、欸，杰克，你不要闹了。我没有闹啊，我没有闹啊，没有啦，正在打、啊。不是，我知道，我知道，你死在我面前呢、欸，来追我了呢、欸。他只能闹是这个部分。哎、欸、哎、欸，你干嘛、啊？跟你过去啊！拿水桶啊啊！哎呀，对啊，我知道我是拿刀子砍你。也是啦，你讲的好像没有道理。对啊，我需要铁针了，我的滑坏是不是？我的 OP 斧头快坏了。这水太不是水啊，这树僵尸掉树蛮多的。嗯，来参观一下你们家。我家没装饰。你家就是一个洞而已，对，一个洞。开到一半，我家都还没弄。就我家建筑做一半呢，把墙围起来。没有啊，你只有私草啊。我家也零趴呢，我还在等那个楼下盖完。我上面盖那个之后，我上面盖那个之后要全拆掉呢。那个小小的，我知道全拆掉重。他只是打草稿而已。对，我只对、啊、这个连草稿都不是、啊，不是泥土门吗？差不多，你瞧，搞的不是。现在不架构嘛，现在等下再说。哇，阿旺家最厉害、欸，什么东西给我说是？你家是泥土哎、欸，泥土跟草地组成的、欸。是啊，我先盖一个大概出来了。哇，那你的真的是草稿哎、欸。然后就没什么想法，就先打个草稿出来嘛。打草稿。假装是有盖一下。对。所以这黑橡木是可以砍的啊，可以。好，好了，我要来去发发树的地方挖东西。我想问一下，BOSS 是两个人，他的抗性就会大幅降低吗？
不是三个吗？每多一个他就康星就会架啊。要揪团，要揪团就不行。在努力打那只吗？没有，他已经换了两三只了。他已经换新的了。我想说，要不要去挑战看看？去吧，去吧，你可以的。我一个人不行，我需要揪团。可以吧？你怎么不行？我看看我一个人过去，我就被无情的一狂喝水了。无情太喝。好了，地下室挖好了，可以打僵尸了。对，没对。烧玻璃。我们的思潮来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呢。真的，这一个思潮害我屋顶都还没盖出来。我还想说怎么盖屋顶呢？哦，对，我也是家，好不容易才盖起来。我的草稿还没打完呢。没事啊，我现在还是一个洞啊。太危险！再过个两三个礼拜，我们就要验收了哟。验收什么？验收价。橄榄指数。橄榄指数。太危险。好。下雨了。真的，我搬完。罗罗，欧罗，欧罗，下雨了。你会觉得下下礼拜揪终结龙会太快吗？下下揪什么？揪什么？终结龙吗？终结龙。所以你要那天同时打龙加验收，验收完去打龙是吗？对啊，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可能大家铁装弄的差不多就可以过了。对啊，有附魔台之后应该就差不多了。嗯，哦，现在其实就是缺黑曜石而已啊，钻石那些。啊不也不用啊，那我们就捡一堆毛啊。而且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打龙，其实难度会降低很多啊。嗯。被感染的哦，确定哦，还有被感染的哦，那没关系，我们叠尸，然后结果就说接下来你死掉会有惩罚，那你要在中介想办法睡觉哦，我在中介想办法睡觉就好了，对啊，为什么要在里面睡啊？我为什么要在里面？我可以睡在外面啊，你可以尝试那个睡在里面啊。是要做那个东西不是吗？没有，那个也是在地狱而已吧。哦，不是有用床炸那中介龙吗？有啊有啊，对啊，伤害不是比较高。雪球是也可以丢啊，没伤害、啊。雪球没有伤害、啊，雪球没伤害啊，就好玩、啊。雪球现在伤害只是引爆那个水晶而已啊。对，喝剩老骑士鸡蛋有一伤害啦。但早期可不可以用鸡蛋把龙丢死啊？好嘲讽！以前应该你慢慢丢可以吧？以前雪球不是也有一点吗？后来才变零。那这样也是挺有毅力的。我觉得它之前跟鸡蛋都是一样，后来才变。怎么了？哦，没有，刚看到一只枯弓准备要射，然后它下一秒跳一下不见了，掉到洞里去。太加几卡，怎么有洞？直接摔进去。加那五卡，你有没有听到他的那个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的声音？没有，他从旁边走上来，马上。没有，咔啦咔啦咔，就是那口声音。那我好奇，他摔下去会不会骨折？嗯，好问题哦。就是骨头嘛，掉进去会骨折，很正常啊。对啊。没有。
那僵尸会骨折吗？然后到时候你去探空洞的时候，就看到有僵尸是没有下半身的，摔烂的。好痛啊！爬的吗？对，他又爬了，然后死了。哦，他要变定点炮台。痛苦。如果麦克变这样子很酷哎、欸，就是所有的怪物就是会肢解，那僵尸你要打到重要部位，他才会死。哪有？你说颈部吗？我那是巨人部，不一样。巨人部。好像蛮酷的、欸，如果弄这样子的。不是有魔族是那个？对啊，有，好像有。对啊。印象。印象中是。之后就会拉来变成那个了啦。现在更新几乎都是拉模组了，对啊，我觉得有的，可是又感觉过于写实哎、欸，对啊，太写实我就不行哎、欸，因为小朋友不行。现在小朋友，哦，现在小朋友懂得不行，觉得小朋友不行哦，但是其实小朋友现在都比我们还夸张。没事啊，家长不会知道这个游戏在玩什么。啊，不就是方块吗？对啊，你走来走去。嗯，哎、欸，不一定，过了几年，搞不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家长了，剩下的在玩。哈哈哈哈哈！还玩别的？小朋友就到那个虚拟世界里面去了。对、啊。然后我们还在那个玩电脑。嗯，天哪，爷爷都过气了。哦、玩电脑，没有在玩电脑，不、哦、吧？哦 ，S A O 元年呢、欸？NFT 了啦 ，NFT， 元宇宙了啦，元宇宙。完了，我做了太多熔炉，我做了8个，做那么多什么干嘛？没有，我刚刚只想做个一两个，可以用熔炉做一阵熔炉房。熔炉做一面墙出来，然后让自己密集恐惧症。跟熔炉好像当地板还可以啦。然后不小心按右键的时候，就开一个熔炉。对，举盾打僵尸的时候，你僵尸，你家被僵尸入侵，你就会一直打开熔炉。对，是有一件那个很久以前那个时候还有 My Cry Tuesday UHG 的时候，就有一件那个时候因为还是小盒子嘛，嗯，然后。小盒子在打架，就有人就是一进去到小盒子里面，就在四周全部放工作台，然后还真的因为有人最后剩两队打架，因为点到那个工作台然后死，有啊、然后呢就没去到。有啊，那很影响啊，那很影响啊。啊，那时候就是放铁门、放工作台、放船呢、啊。对啊，工作台是后来开始大家会放，不然以前大家都是放铁门而已。嗯，真的是经典。我记得我后来进去都放船吧，船也是蛮那个。坐上去，对，坐上去。上去，怎么样？这墙壁怎么样？不错吧？还不错，还不错。失忆了，失忆了。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你不行了。没有没有，他很有风格。哦，对，你需要太迟了，在你那个儿子都什么都不行了。oh. 太晚了。Perfect。所以发发是跟团团寄居，没有，他在，他在对面，还没错，他在对面盖了用一个全身全部都橘橘的木头，哦，相思木，错，然后他的墙壁全部都是地板，妈，什么墙壁都是地板？为什么你要从这边过？他墙壁是地板门啊！啊啊，好酷，那真的很棒。棒！哇，好奇怪、啊！日式的那个啊，像不是我们这种隔板都是一张纸吗？啊，那应该用那个啊，那个不要说那个，错那个好玩的、欸，那你如果說、欸、那你可以拿那个什么白桦木的那个，就像是那个日式的、那個哦。对啊，其实你用白桦木，它的地板门，白桦木哦，对耶，它就是真正的它的就是日式的那个风格。哇，那我把这里全部拆掉。可是我蛮喜欢相思木的地板门的，很可爱。然后它这个其实也不是相思木的地板，它这个是丛林木，它是用丛林木。啊，丛林木偏丑不行。不行，拒绝了。偏丑，偏丑，偏丑。哎，我讲话是不是比较好听啊？哎，我说。
很有风格。因为我不是说你整体，我是说那个素材，搞不好你把它使用的很美啊，我没看到，对不对？我不知道。哎，不会了，不会啊，厉害厉害，就是厉害。十点来，嗯，快哦。好快哦！你躲得跟怎么还暴死？人怪都是怪啊！我帮你处理，我帮你处理。会上一个是课堂，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要聚集在某一处点名下，然后呢就是关播。那个等之后看看要不要聚个机会避难地方。我们一开始掉下来的地方之类的。那是一样的广场，好。不，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飞船一机集合。我们现在飞，我现在飞船一机啊。已经飞船已经被拆掉了。不是，它还是有一个台子、啊。它有个底座啊，对。好，我们就一人站一角。我觉得把神庙盖在这上面好像蛮好的。好像不错。那、啊、到时候我们要女神在中间。哦，也行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打了。啊！什么什么女生？那都女神跟女生不在中间吗？你不要把女神当半只才打好吗？半只才好，很这很像个法阵哎。女生在中间，这好像法阵哦。他说大家开始那个在祈祷要念咒。哇哇哇哇哇哇！干嘛？哇你打我！哇哇哇哇哇！你飞了！你说吧。欸、他要发光啊！他要发光啊！他发光啊！记走了。发光。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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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风景很好。他解成就了。解成就了。他解成就了。他怎么成就？这个时候赶快取消。取消吗？取消！取消！取消！女生就啪！要拿水桶，要拿水桶。有流星，有流星，有流星。哇！哇！献祭完成了，没有没有没有，可以下班了，可以下班了，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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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下个礼拜再努力喽！我操！有内鬼被偷打！好啦，那个刚刚谁说要讲生日快乐的还在吗？你还在吗？你还在吗？你知道我怎么录音吗？还是什么东西？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说刚刚不是有一个说要录音的，啊，不重要，不重要，他们不在。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哎，喵喵啊，是谁？哪一位啊？有跟到的就可以用，对啊。等一下，谁啦？他不在，然后先关掉。然后我那天不是在玩那个三分钟英雄吗？我后面突然发现好难玩，我前面过到底是怎么过的啊？后面有几只角色我过不了哎、欸，不是有几只角色，我就只有一开始那个农夫吸血鬼，然后一开始的战士法师这四只可以过，后面我其他都过不了哎、欸，好难哦、喔！我加速时间，对啊，他不在了。我只记得说什么繁星，我朋友生日，然后没了，找不到了，丧失权力，对啊。好啦，就这样啦，待会没有开。喂，我讲一下，我一点半睡到刚刚七点四十几分闹钟响，然后中途我知道有地震，但是我爬不起来，太累了。有谁的台可以靠腰啊？你们要看摩卡还是马子？好啦，来听他唱歌啦。好，那大家晚安咯，拜拜。拜拜，拜拜。